老赵，看你慌慌张张的，去哪儿？我昨天晚上三轮车让人偷了，我报警去。我礼拜已经传报过，我要先卡车去嘛，我想我跟你讲的这边来。你不要一天到晚缠着我们家晨曦，他将来是要考大学，做个有出息的人。原来翘课这么难啊！赵家俊，教官，你干嘛？ 黑土购电子钱包，这些年那些事，全台首播，在中视。